诊断精神疾病困难。Given broad names such as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to particular set of symptoms. 他说我们就把这个特定类别特定组别的症状我们就赋予它，比如说像精神分裂啦、两极思绪啦等等这一种等等这种比较空泛的空泛的这一种名称，干嘛 ？Help psychiatrist and the patient discuss and treat what is going on 有助于精神医师跟病患讨论，并且去什么处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But many traits are symptomatic of more than one such named condition 但是这个在我们所上面所讲的这一种被人家命名的病症不止一个，都有嘛，都有 many traits are symptomatic 对吧？他这么都有很多很多的征兆，干嘛？都什么？都是他的病症是病症Giving belief score for mislabelling 干嘛？就是吧，就会引发什么？引发很大的这个 scope 很大的这个空间，很大的范围，干嘛？让你什么？让你什么？让你去贴错标签让你去误判就是把这个某种疾病认为是某种疾病Moreover, 此外 the specialized interviews required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a particular trait are 主词是 interview, 动词是 are 那 required 被两个字这样就说要侦测出侦测出特定征兆存在所必要的这一种专业的访谈动词 are time consuming 是吧？是很耗时间的 ，and requires specific training to conduct 是吧？而且一定要什么？要有特定的特别的专门的训练，才有办法从事这一种专业性的访谈A shortcut reliable psychiatric diagnosis will therefore be desirable. 因此怎么样？因此就因为这么复杂，那么什么？所以呢？我们如果让如果能够有一个捷径一个很快的方式可以找到这一个可靠的精神治疗的这一种诊断，干嘛？这什么？这种捷径什么？就是人家怎么办？就很喜欢人家很希望能够得到接下来就要介绍两个教授一个叫 Justin Baker 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 Louis-Philippe Morency 这两个人Justin Baker 呢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时候精神医师精神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那这个 Morency 是谁他是在美国的卡内基梅伦大学Pittsburgh 的卡内基梅伦大学电脑科学家就是电脑方面的这个教授这两个人叫什么 Think they have won 那么怎么办等你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有这么一个 shortcut 找到这么一个捷径所以呢就是跨学科嘛跨领域你必要一个哈佛医学院的这一个精神医学方面的专业教授还有一个卡内基梅伦大学的一个所谓的电脑这方面的一个教授干嘛一定要跨学科合作As late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 they believe they can extract a lot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patient speech patterns 就诚如这两位教授这个在10月19号在科罗拉多州的 Boulder 跟国际多模式互动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 讲的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从病患的说话样式当中抽取出 extract 嘛 ，extract 拉 ex 出来，萃取、抽取、得出，拔牙也是这个字得出什么？得出一大堆
相关的资讯的啊。Then take all mental illness at once. Dr. Baker and Dr. Morency focus on psychosis. 他说这两位博士啊，干嘛？他们不是要一次就什么就解决啊所有的精神疾患，而是什么？而是把重点放在什么？放在 psychosis 啊，这些思觉失调、精神错乱啊。There's an experience by a patient of hallucinations or delusions. In other words, of reality at vari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sensus of the other people. 啊，那什么叫做精神错乱、思觉失调？啊，这个就是一个病患，他怎么办？他有这个幻觉，啊，幻觉 有好几种啊，有这个 visual 的幻视、auditory 的幻听、啊 olfactory 的幻嗅。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或是 delusion 妄想，妄想的话有这个 persecutory type 啊，被迫害妄想 ；jealous type 啊，嫉妒的 ；erotic type 啊，就是所谓的啊这个啊情欲狂躁啊，这个就是你会去幻想说，哎啊，比如说有些你小女生就会说啊，这个啊这个金城武爱我啊。啊，那个中国大陆那个很帅的明星胡歌爱我啊，啊，萧敬腾爱我啊，啊，这个叫做 a romantic type 啊，还有什么 grandiose type 啊，就是 megalomania 的自大妄想啊。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就是 of a reality at variance with， 就是有一种跟其他人啊共同。所察觉其他人所共同认定的共识的有差距的这个所谓的现实 at variance with 有差距有不一样，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你这个患者人你有幻觉你有妄想你这样的经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两个博士他现在的重点啊，他所谓的这个幻觉妄想这样一个体验的嘛，换句话说什么就是这个病患所认为的这一种所谓的真实是什么？是跟一般人所认定的真实干嘛是有差距的，有差距。好 ，psychosis is particularly symptomatic of schizophrenia 啊 ，schizophrenia 啊，他说思觉失调啊，干嘛？它是精神分裂啊一个啊非常特别的啊一个所谓的征兆啊。But it also common in bipolar disorder. 但什么？但是在这个两极思绪，就是所谓的躁郁症，也是一样啊。啊 ，it is in turn capable of division into three of its own. 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啊思觉错乱啊，是吧？精神失调啊，这个思觉啊，思觉失调精神乱什么？哎，接着又怎么？又可以怎么办？再区分为什么？区分为他自己本身的各种的这种特色。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有冲动性敌意，比如说你有情感退却，啊，那情感退却就是一种忧郁的一种，还有概念混乱啊，概念混乱，还有什么？还有自大狂、自大妄想啊，啊，自大妄想呢 ，sort of paranoia 是一种偏执啊。This can be used to refine an initial diagnosis of a border condition 啊。那所有这些东西怎么办？可以用来怎么办 ？Refine。你发现精炼，把它弄得更细致啊！这个在石油叫做提炼啊。好，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怎么用来怎么办？用来把一个更空泛啊、更空泛啊的一个病症啊的初步的诊断啊，再把它 refine 啊，再把它弄得更细腻一点啊，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啊。Today, I think a little bit of where you might have but no such trace.That their computer lose transcript was 53 interviews with 28 psychotic patients at the McLean Hospital in Belmont, Massachusetts. 啊，那这两位博士呢？啊，为了要检测啊这样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就是说啊，这个病患的这一个啊措辞用语的这一个样式啊，啊，也许有助于诊断啊上面所讲的种种这一种。病征啊，病灶啊，所以什么？所以这两位博士怎么办？
是吧？就让他们的电脑怎么办？就自由奔放，毫无限制的啊，毫无限制的怎么办啊？这个在啊马赛诸塞州贝尔蒙啊麦克林医院啊，这个跟28个精神病患所做的53次的访谈的什么的誊稿本啊的文本，是吧？就让什么让这个电脑什么毫无限制的啊悠游。啊，在这个28个病患的53次的这个访谈的文本，他们怎么办？一直去找，一直找啊。These were people who had been studied thoroughly by conventional psychiatric techniques。啊，那呢？那上面所讲的28个精神病患啊，是什么人？是早先已经用传统的精神医学的技巧彻彻底底。啊，被人家怎么办？研究过的啊 ，they had therefore had their specific psychotic trait classified 啊，因此怎么样？因此这28个病患啊，早先啊，就他们特定的啊精神病的这种整整的特征，啊，都已经被什么被人家分类了、归类过了啊。In the patients, the two researchers did indeed find。然后呢，这两位研究人士早先所做的啊，所弄出来这个所谓的语言的样式 ，indeed find 的确干嘛？哎，有办法做判断了，有办法做判断了，有办法判断出说，哎，你早先已经归了出你是所谓的躁郁症，你要怎么？然后哎，你的讲话会怎么样？你原来是这个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讲话怎么样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两个研究人员他早先所做的这个 pattern 啊 ，indeed find 的确有嘛，有办法做判断了啊。For example, patients who commonly use power-related words like important, superiority, and exploit generally turn out to have the trait of delusion and grandiosity 啊。比如说吧，啊，通常会使用跟权力相关的字眼的人。比如说他会想要什么重要的 啊优越剥削啊，会用这种字的病患 generally turn out to have 一般到头来干嘛啊，就有什么就有这个时候的妄想自大狂啊这种的病症啊。 conversely 啊，截然相反的，There was an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patients used word related to time and space that used related nearby as the trait of poor reality modeling. 相反的，相反的什么？在病人使用跟时间空间相关的字，比如什么字？就昨天啊，最近啊，附近啊，在病人使用这些字跟什么？跟病人对于现实情况的控制很糟，干嘛？有负面相关。也就是如果你这个病人呐，啊，你如果是会讲一些跟时间、空间的这种字，干嘛？哎呀，那你对现实的控制怎么办？就比较好。啊，你如果你，所以你看，你说你。你用这种字，然后呢？你如果是后面的话 ，poor reality monitoring 干嘛？干嘛？是负相关，对吧？负相关，也就是你如果常用这个字，你这种 reality monitoring 嘛，就是 good 啊 ，good 啊，它就是负相关啊，负相关。因为我们如果你一有办法去讲一些时间跟空间这种关系的字，啊，你对现实的控制就是比较好的啊。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就是比较不好啊，就是负相关啊。Those who rarely or never use these words 啊，那怎么办？那很少或者从来不会使用这些跟时间空间相关字的人 show significant detachment from reality 干嘛？就显示出什么了啊？啊，跟现实严重脱离，严重脱离啊，就脱离现实。你例如 this specific correlation, the overall severity of a patient's psychosis.Regardless of the detailed pattern of trace,
appeared correctly with his use of emotionally loaded words. 那除了上面所讲的这些所谓的特定的这种相关性之外，怎么办啊？共关性、共联性相关的话，啊，就说一个病患失节失调、精神错乱的这个整体的严重性，干嘛？动词 appear to correlate with the use of emotionally loaded word， 就显然什么？显然跟他使用那什么那种啊带有强烈情感、强烈情绪的字，干嘛？是有关联性的。好，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精病患的精神错乱、失节失调干嘛 ？Regardless of the detailed pattern of track， 干嘛？是干嘛？是跟什么？跟所谓的各种的征兆、细节的样式啊，我们不用去管它啊，不用去管它干嘛啊？那你只要是使用情绪强烈的字，干嘛？哎，很，你这个精神错乱。失节失调的严重性就是比较高啊。The absence of a positive word in the transcript, and the preponderance of negative words, such gloomy, dark, and sadly,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ose whose psychiatric disorder was severe. 然后呢，如果在这个访谈的这个谈文稿当中啊，干嘛没有正面的字 ，absent 嘛，就没有正面的字啊。然后呢？Preponderance of negative one， 而什么？而负面的字怎么办？占绝大多数啊。比如说像什么是 gloomy 啊，阴郁啊，天气很阴，心情很郁闷 ，dark 暗 ，sadly 悲哀，干嘛？这个就是什么？就是 those who psychiatric disorder was severe， 就是什么？就是精神失序。严重的特征了，